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？有。对，您可以讲一下您为什么今天来这个活动吗？我就是第一呢，毫无疑问，现在大家，如果你一个人 is not blind 的话，你眼不瞎的话，都可以看得到，川普今年的支持率，无论是在华人社区也好，还是在西裔社区也好，还是非洲美国人社区也好，都增加了。他的集会每个都是几万几万的人，而且都是自发的。另外一方的这个支持者，他的聚会你也看到，就是百般两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而且大家也看到了，比如说在中间摇摆州，比如说在 Iowa， 在 Ohio 这种关键的州，他都支持率都高了。但是突然之间，你看到在这几个原来遥遥领先的州，突然之间变化了。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表明有问题了，我不敢说这种欺诈的规模有多大，但是绝对是有问题的，有欺诈发现了。这个东西大家就需要站出来看，如何保证这个选举的公正，如何合法的票数计到，而那些不合法的票抛弃掉。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观察者，我就想来看一下，就是说究竟这些发生了什么。我也就是想看到啊，两个阵营的话，哪些人是吧，我都感觉到就是说这个相对而言更加成熟的人是支持川普这一边，相反的话另外一方面的人呢，就是说很年轻的，似乎在我们来讲就是说，哎呀，有背面这个他们背后有这个长胡子的人在支持他们，这就是这个现实。我刚才讲到说，就是美国现在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，很关键的那种。可以，因为我生活过不少国家，我也看到这些国家是如何变迁的这么多年。如果美国的话，如果这种基本的大选都不能保证公正的话，那今后美国还有没有公正，还会有没有这种就是说法律和秩序，因为司法公正是 law and order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如果美国也今后做不到 law and order 法律和秩序的话，这个世界会怎么走？像南非那样，像包括我刚刚碰到很多南美过来的，智利啊、秘鲁啊，咱们就是说还有越南人，他们就知道，他说我们太知道这个社会当初是没有法律和秩序的，这个什么个结果，什么给社会给家庭带来的灾难。我说句实话，我是不希望这种灾难在美国发生，这种灾难发生对于你们年轻一代，这是将是毁灭性的。对于我们这一代年纪稍微大一点，其实的话各样的生活都经历了，无所谓了，真的是这样。但是我希望这个美国，不管是对于拜登阵营也好，对于这个川普阵营也好，一个事先按照法律定义的无欺诈的选举至关重要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您贵姓？你叫我 Gary 好了。Gary， 谢谢。